我洗澡吧，我洗澡去。来来来，哦，快点，拿着鸡蛋。我就不能下地抱起。抱起。三楼，三楼。一直抱到楼上，不能下地啊。这边红包，这边红包，这边糖，这里这里红包糖这些。嗯。洗发了，等下再混衣服，你看他。然后回去，他的理由是他什么怀孕身体不好啊什么的，要他的理由在医院里饿着了。他在那里，他的这个肉给他吃了，他吃不着。那咱们的，谢谢，兄弟。对呀、我很欣赏你这份的担当。没有，我的人不管是为什么，老板器重我，尊重我。交着我的事情，我只要我答应了。那我到了，他马上打个电话问我在干嘛。朋友还是一家人吗？对，他是他老公啊。他怎么好像来了？这有个牛蛋，什么筷子啊、其他的，包括刀子那个东西，全都给他了。没意义啊，因为我老婆在这里，我是在看那个东西干嘛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老婆找好了。那我守着我老婆就行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还去看别的东西啊，看大爷发的那些没有必要吗？那人家发的东西是一个，啊，你就是那个九八街的，我是去哪里的？他看那个店里没有就发了，那个东西都不是不真实的。那你们家的时候还习惯吗？啊，好吧，这个要问他啊，要问他自己。哎呀妈，儿难关哈。我爸妈包括我们家人，说他自己他想怎么吃。想怎么弄？早上起来洗衣服，我这个房子不管他。有病。你的老婆很正常，他没法治病。他不是没钱拿这个房子，但郑老师。谁叫他盖楼回去？那我跟郑老师我有约会。郑老师应该看得出来。我收他11万的，我告诉他为什么他最不是男的。嗯。他你找了这个老婆就相当好，这个高冷，对吧？优雅，还有个重要的介绍人，还有一个比较不靠谱，对吧？最重要的，这个人也有点神经病，我看看。你要去的话，你再去，我把地址写给你。他妈妈，那你再去肯定不去了。啊，他妈妈肯定晚上跟女儿商量，然后女儿不愿意跟他结婚了，不愿意跟他登记了，那你就怪不得我呀，对吗？但是人家电脑上有写的是以后的利益啊，是不是？啊。好的，女孩子现在没有登记，那你这个责任怪不得我啊。主要的就是生气啊，男人吵起来了。那你回去，我把红哥另外给你换一个，另外一个换个人。他马上打电话，那红哥能不能换个人？我说为什么要换个人呢？那女的很挑剔。我说的不是很好吗？反正我也不会回去说这个那个，我不那个。那你白天怎么回事呢？他找的老婆就是很不靠谱。他回去以后，他在网上面感觉都没生意，结果有个店吃了，他就网上都没生意，吃了很久，那个工作很稳嘛。他就摸到白天的那个地址嘛，那个什么东西，他就，对不起，啊，要来一个男的，先请你吃饭，我也不计较啊。家的吗？所有人他妈都说我这个人家说是8万，我说你8万那是什么样子？那也没多少年，所以说，我老一辈的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还是多的，但是我自己东西，其实年轻人没有我常常看完，很向往看，因为很多人他向往着，很向往着，很想着。嗯。大家总结的老婆觉得吗？嗯，他不是我问了。
À, ăn ăn bún hả?三个半月有点大，跟你肚子差不多。那冬天福带了什么东西？来，两个圣诞公仔。咦，好漂亮啊，栩栩如生呢。什么东西这么难拿？使劲啊！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！哇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么大个箱子。哇！密码箱啊。哇！这里要变圣诞，这里要不要开灯？哇！这是什么？话筒。戒指。戒指。啊，这是杆子，三脚架。手机直播卡。你看，你好啊，来了，没有了吧？耳机啊，我有耳机了。